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特工学院，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。感谢大伙儿啊，刚才呢两个人啊说了一段啊，下去休息休息啊，我呢还没有找着解药呢啊，开个玩笑啊。刚才正好老师还有那个杨金明，他完了，他又哑了。杨金明老师呢说了一段叫造厨，那前面那段呢我们是新创作的节目，第一次演啊，那个节目叫那是人家没报名，然后因为我们节目要求嘛，我说你别报名了啊，因为这个节目有两个名字，一开始那个报的时候呢我们报的是找商演，然后后来呢我又改名了，给改成叫现在的名字叫我必须得说啊，因为刚才优酷老师问我您这节目叫什么呀哦，我们上优酷贴贴什么呀，我说那个好，我想好告诉你，这名字叫还阴丹啊。我总有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思路，我跟你说，还阴丹啊，大伙儿愿意听呢我们就多创作啊，后面还有新作品啊，一直在创作的路上。嗯，拿我来说呢，就比较喜欢创作的一个人。对啊，打小的梦想我就是创作，哎、啊、创作各种东西。对，什么啊，什么啊，鼓掌，好，给您鼓掌。对，他从小喜欢创作，我从小喜欢创墙啊，创墙了嘛。对，每个人打小都有一个愿望嘛。对，对不对？愿望不一样啊，周老师小时候也有愿望。哎，周老师小时候愿望，他喜欢玩那个警察抓小偷，是小时候就喜欢追啊。他呢，他的愿望什么呢？嗯，梦想就是能最快的速度抓住小偷。没错，所以说他长大的之后，他的梦想就是想当一条警犬。对啊，我咬死你！我咬我干嘛呀？废话，谁的梦想是想当一条狗啊？不是，那你梦想是什么呀？特工。哦，你看这人有意思哈，哪儿警犬、啊、他人有梦想，他的梦想是当座钟，是吧？座钟这玩意儿你不好当啊，你这你得老师跟着站着，是不是？你老师跟站着，跟人摆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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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家主人呢万一说是出去溜达溜达，你老跟着站着也难受，我说出去上个厕所吧，上个厕所，哎，人主人万一看表呢，你赶紧回来还得摆上，哎，摆上厕所上一半你怎么办，多尴尬。嗯、你这多有意思，当座钟。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啊！会儿你现在怎么？你要不再来一粒儿？你要不？怎么还有的？要再来一粒儿？你耳朵怎么了？当特工哦！嗨，听岔了。嗯，迎客松啊！你当迎客松那也够无聊的，你得在人饭店门口这迎接客人吗？但是人家客人走了，你完了，客人走用不上你了，客人走了有送客松啊。你光当迎客松，你这多无聊啊，对不对？我还朱客松呢。哦，什么叫迎客松啊？他的梦想就是给泾河蓝捧哏。泾河蓝、嗯、我给他改名了，他叫泾河蓝。哎啊，我说我不是说稍稍有点那个这药啊，稍稍有点后遗症是吧，有点后遗症。泾河蓝啊，他想给泾河蓝捧哏，行了，想当朱鹤松，你先歇会儿吧，疯了我，谁想当朱鹤松啊？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捧哏，我的梦想是当另外一个捧哏，我有点追求没有？啊，不是，那你梦想到底是什么呀？特工哦，做东，特工乐龙。什么叫乐龙啊？就你梦想是什么？不是，你说呀，现在梦想是什么？想给你买个助听器。我耳朵没毛病，你给我买助听器干嘛呀？没毛病，你干嘛呢？啊？跟您逗着玩呢。你上脸了，上脸了，这人，哎，不禁逗，不禁逗，听清楚了。他的梦想啊，是想当个破灯。对，
你当破灯你不好当啊，对不对？你首先你得保证自己是个灯，对不对？你还得是个破灯，你还不能亮，对不对？他这你怎么不说话了呢？我不能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破灯。没劲了啊，没劲了，没劲了。听清楚了，听清楚，给你逗呢。他呀想当啊特工。抱拳了铁子。双口，双口，不用，哎，不用跪下，不用，干嘛呀？这是，哎，哦，没跪啊，双口，双口，双口，行，我现在死我都能瞑目了。你不一直瞑着目呢吗？特工，特工，特工，为什么我装听不见？你这不现实，对不对？嗯、每个人都有梦想，梦想，我想当医生，对不对？我想当老师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想当消防员。对不对？哪有想当特工的呀？生活当中没有这个职位，嗯，对不对？不现实。所以我就当了相声演员了。那不耐着啊？怎么不耐着呢？那不耐着啊？怎么你当相声演员跟特工有什么关系？相声演员干嘛的？演啊，能演出来呀、啊。那你投错胎了？什么叫投错胎？你应该影视演员能演特工。哎，这相声演员一样。相声演员演戏也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呵，还这么着，你今天咱演回特工，你看我演的像不像？咱俩跟这儿对不说相声的演回特工、嗯、是啊，那观众不爱看，爱看，行，演回特工好、嗯，好不好？满足你们好不好？演回好，演一回演特工好，二楼的朋友你们好。啊，好，演一会儿。我这还有三楼，你先等。爷爷爷爷，我什么？等会儿，你还有三楼前头那个感叹词是什么？你回去倒录像。我说的绝世，哎呦，这嗯。行，演回特工，演特工，演特工，这不是怎么演呢？这玩意儿，咱俩人演特工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入戏还挺深。你，咱俩怎么演？谁演特工？我演特工啊。那我演什么？你才演小偷呢。土匪，我也不演土匪。你这样啊？你干嘛？你还得演一个？啊，你自个儿演啊？那你自个儿演吧，反正我不爱费这劲，我跟你说。那行，还真有一个角色适合您。什么角色？助手。特工的助手。助手。助手。对，就是您的小跟班。啊，对，这差不多是这意思啊。好嘞。对。我小跟班。我助手没拴练呢今天。嗯。行，那咱俩人那个得有个名啊。有名你忘自己叫什么了是吗？你爸爸那个后遗症太强了吧？你不是，你叫孟鹤堂，我叫周九良，这不行不行，特工得有代号，知道吗？代号，那我叫孟鹤堂，你叫周九良，你有病吧？这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没有区别。你代号，人家那个特工的代号，我跟你说都不一样。人家特工代号，我研究，他们都以颜色开头，那、颜色像什么？嗯，黑寡妇，什么白茉莉，绯红女巫。对不对？我起好了，我就叫白茉莉。嚯、哦，嗯，行，对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好吧，听着跟老娘们似的，这是什么话呀、啊？哦，叫哦，行 ，sorry，sorry，sorry， 听着跟关牛海似的。那不行，人身攻击，你这不行、啊。那个，这他怎么是攻击了呢？啊？他这有一句添一句的，你，哎，你不行，你叫非得叫白茉莉，白茉莉，行。可以，那我叫什么呀？绿帽子。啊，以颜色开头嘛，对不对？您这样，白茉莉不太适合您，绿帽子适合你呀、啊。去，主要是我这名字不好。那你叫什么？重新起一个，重新起一个，重新起。嗯，橘猫？不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别好，今儿说过多少次了，橘猫肯定是不行。他演橘猫，我就得演猫砂盆，你知道吧？
这肯定是不行的，这不行。那个，你就起那个黑白双煞当中的一个煞字，怎么样？好好好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赭石色。那你就叫赭石煞。煞，赭石煞，真带劲，真带劲。嗯，赭石煞特工。嗯啊，好好。那我呢，我就取《碟中谍》的当中的一个“碟”字。那您喜欢什么呀？青色，青色。所以您叫青碟。哎，哦。啊，赭石煞。青碟，赭石煞，青碟，哎，赭石煞，我跑这儿认亲来了，我叫这名字行不行？哎，这名字无所谓哦，名字无所谓，那名字取好了。对，咱不是咱干嘛呀？主要是执行任务呀。咱执行什么任务？您给介绍。执行任务，比方说啊，咱这个有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，哦，他叫黑骷髅，黑骷髅，哎，听着是像不像坏人？哎，像。哎，咱们去那个城堡里头把他抓住，将他击毙，击毙你，击毙黑骷髅，击毙黑骷髅。嗯，好好好，是的。那咱们去黑骷髅城堡。嗯，那现在咱开始吧。咱开始，来吧。哎，等会儿，来吧。不是。咱得开始之前得布置一下现场，对不对啊？你这没有黑骷髅城堡的样子，咱咋是这不这没东西，没有道具。怎么没有道具啊？啊，你布置一下吧。后台哥几个都演完了，对不对？他们闲着也是闲着，后台还有道具，让他们上来给咱布置一下，咱俩一演，这行吗？这多带劲呢，对不对？后台哥几个受累上来，哎，来给布置一下那个黑骷髅城堡。来，受累，你看，早都准备好了。哦，还真有。我们德云社呀，唯一的特点就是，这个工作呀比较这个积极，你看了吗？大家的手脚都比较麻利，速度非常的。他们还真有道具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慢走，辛苦，你看多好啊！这一眼多带劲呢，是不是？黑骷髅的城堡，啊，看出变化了吗？哎，我刚才脑子短路了呢。刚才是不是上来一波人啊？好像是。哎，我明白了，你回来，明白了。我知道了，莫老师，咱们是不是又下去了？明白了啊！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看出有道具。皇帝的新道具，哪有变化呀？哪个他干嘛了？一帮土匪吗？这不是？那这没关系。那咱们简单的捯饬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还有什么可捯饬的？这不是你戴个墨镜啊？戴个墨镜不就像那个特工了吗？哪有墨镜啊？来，后台谁有墨镜？咱拿上来。真有啊，空着，别空着手来拿。哎，刚才是不是就是你啊？你上来一回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再见。带着他就像了啊？是吗？好，行，试试来。试试吧，我看看。哎，别瞎蒙！废话，这玩意儿就全黑了的吗？怎么着？啊，哎，那个孟鹤堂啊，这儿呢啊，孟鹤堂啊，哎，好嘞，来吧，走吧，流浪。干嘛呢你？太黑了，有点儿。那不这像，但是这样也不行，这样有点太像算命的了。是。对。咱俩把这个大褂挽起来。哦，挽起来就像一个，就像特工了。哦，那这就像特工了是吧？对，好嘞，行吧，行，啊，咱开始吧，演吧，开始。别介，来吧，别着急，击毙他。别着急 ，biu， 咱这么着，
让那个音响老师、灯光老师配合一下，咱们来一个亮相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有亮相呢？亮相，哎，好啊好啊，好，来，收敛啊，收敛。这不是封箱吗？停！停一下，这是什么音？打住！那个打住！你只有这音乐是不是？放那个《碟中谍》的那个音乐，酷一点的啊！换，如果不换，我就击毙你！啥呀？带！回来！你掏洞去了，这是吗？你回来！你干嘛呢你？干嘛呢？执行任务，好好执行任务，好不好？啊，报告一下，打个报告。报告。说吧。鬼子让你带什么花？你这干嘛呢？不是你祖上让谁崩过是怎么着？啊？你这不是你跟个人似的好不好？人应该什么样？上哈，要不吃一粒儿吧？要不？报告。挺胸抬头，哎，好。咱们是特工，咱们是正面人物，哎，正义之士啊！报告。嗯，咱们到哪儿了？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咱们到哪儿了？南京站。南京就行。什么叫到南京站呀？那咱到哪儿了？黑骷髅的城堡。哦。咱们到哪儿了？我们到黑骷髅的城堡了。哼，这个可恶的黑骷髅，今天一定要把他抓住，将他绳之以法啊！咱们进去吧。咱们进去。进去。好的。这是啥特工？你叫什么来着？你一定记得。什么事？总部给我发来的消息啊！总部来的消息，说黑骷髅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啊！太猖狂了吧！啊！我看看是什么内容。点击播放。这是啥？就凭你？不好意思，视频有点卡，缓存一下，继续播放。99%，100了，好好。这是啥？就凭你也想抓住我？痴心妄想，做梦去吧！太可恶了！黑骷髅怎么说？他说咱抓不着他。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赶紧进去呀！来吧。这是啥特工？又是谁呀？总部领导想跟您视频通话。领导。这个黑骷髅啊，实在是太猖狂了，已经打到咱们总部了。我命令你们俩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将他绳之以法。好的，老山东。怎么听着像我爸爸？哎，好，是领导，祝你们成功，谢谢领导。领导怎么说？让咱们一定抓住黑骷髅。好，那咱们现在赶紧进去。好的。等一下，又是谁？这是啥特工？您的爱人想跟您视频。这个倒霉娘们干嘛呀？你们，我出来执行任务。哦，亲爱的，您好。
你不要对付黑骷髅，黑骷髅太危险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必须得去，要不然会有更多的人陷入危险的。那这样你一定要答应我安全的回来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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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、行，么么哒，好好好，爱你哦。好好好好好，嫂子怎么说？哎，让咱们一定抓住黑骷髅。好的，那咱们现在应该赶紧进去。好的。又谁呀、啊？那个大哥，我是那个菜鸟驿站的，你有个快递，我给你搁哪儿？放门口。关机。拔卡。好。怎么说？进去。好的。是我是我，作为您的助手，我必须得提醒您，咱们贸然从黑骷髅城堡正面进去的话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我们要不要绕过黑骷髅城堡的后面再进去？有道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潜行过去。好的。这回来，你过来，别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是带皇军进村的？你这是像话吗？干嘛？像话吗？怎么这你行了？我去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要不是绕到黑骷髅城堡的后面吗？你转一圈就行啊！啊，做笔生意啊！那咱们现在就绕过去，好好，潜行过去。咱们到哪儿了？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啊，黑骷髅城堡的正面。嗯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忘了告诉你，刚刚我们就在黑骷髅城堡的背面，我们又绕过来了，潜行回去。正面，背面，背面，背面，可以。啪！现在怎么办？用我的飞抓爬上去。好。来吧。没带。嗯，没带。什么东西没带？飞抓。无实物表演好吗？好，没带像话吗？哦，无实物表演，无实物表演啊！好，对，你给我就行啊。好，把我的飞抓拿来。好，你把谁家石碑驮过来了？石碑像话？你多大的飞抓呀？飞抓，那飞抓多大？小点儿。小点儿，好好好。你收了，气死我了！把我的飞抓拿来。好。你擦擦耳屎了没有？像话吗？从这儿掏出来的，我这说大能大。行了，可以了，行了，大圣，歇会儿吧，收回去吧，大，行了，可以了，你直接拿这个吧，对，哦，对，用这个比划就行，哦，把我的飞抓拿来，好，哼，看我飞抓。我给你配音啊。好的，来看我飞抓。咱不是坐直升机来的，咱没那个装备，飞抓啊，甩起来得咻，给它扔出去。那你倒是扔啊！你不咻，我怎么扔啊？你不扔，我怎么咻啊？
你赢了。那我看着你，我啊，好，好，好，看我飞抓。我都缺氧了，你太缺德了吧！我颈椎病快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咱去城堡，不是去月球。怎么了？稍微低一点。哦，低点啊，矮一点。你报低点不就完了吗？累死我了。来，受累，看我飞抓。黑骷髅住平房，到底多高？三四楼那么高。三四楼那么高不就完了吗？来，手里再扔一回来。我还能相信你一回吗？看我飞抓，收你。三楼半到了。你这玩意儿太难伺候了。不过撇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是吧？您先上。行行，我上啊。啊，您先上。还挺结实啊。嘿，嘿，嘿。回回那个怎么你没带纸啊？什么没带纸？那这不配合您表演吗？你干嘛呢？我看您这个就是往上爬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了，我只能下降了。这哎哎哎哎，好像您往上上似的啊！哎哎哎哎，多好啊！无实物表演啊！对哈啊，对哈。那你上来吧，我肯定得上去啊！对啊，你稍等稍等，对，从底下开始啊！啊，你上来吧，收到。上来，你那是电动的呀？你那也能这么用？我知道，不爱用。吃饱饭，锻炼身体，你管我？不干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黑骷髅城堡的堡顶，现在我们往下闯关四层，黑骷髅就在一楼等着我们。太难了，没想到这段旅程这么艰辛。黑骷髅好聪明啊，他是不是预料到我要爬上来？咱现在怎么办？下去吧。好，嘿。
早知道我带降落伞了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到了吗？报告，几楼？一楼。一楼，这道门的后面就是黑骷髅的藏身之处。要想知道黑骷髅在不在这道门的后边呢？在不在呢？在不在呢？在不在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下回分解。什么？下回分解吧。怎么上下集呀？演不了了。你什么演不了？我马上要击毙他了。我下回了，像话吗？因为我发现一个 bug。 什么呀？没有人演黑骷髅了。你演黑骷髅？我预料到了。不是，我可以演黑骷髅，但是你的亲爹怎么办？他不重要，他是一个助手。那怎么他就有他没他无所谓。好不好？好好，嗯嗯，我演黑骷髅啊，对，我就把它放在这儿就可以了。好，我演的有点不太像。你演黑骷髅，嗯，我演特工。好，咱们隔着一道门，我一会儿破门而入，咱们就对峙。好，明白吗？你要击毙我就击。对对对，就最精彩的地方到了。你多给我留点戏，我击毙的慢一点。来来来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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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来，这坐坐坐。我谁跟你坐？我到相声后台了，是怎么着？见面到辛苦，必定是江湖。谁跟你江湖呀？对峙。哦，对对峙。谁跟你客气？你早说对峙不就完了吗？我说对峙吗？来，啊啦，哎，哼，这是啥？哼，黑骷髅。哼，我这里有一颗痣，你拿哪颗痣对我这颗痣？对峙，快对峙！我点痦子来了是吗？你不让我对峙？什么对哪？说对对，是什么对峙？说话的那个对峙。啊，就坏人跟好人说话是吧？对呀。啊，知道，是了，就都懂。哎，阿乐，哎，哼，这是啥？黑骷髅。天王盖地虎。宝塔镇河妖，莫哈莫哈，正商虎师说话，谁也没有家，脸怎么红了？精神焕发，怎么又黄了？防冷涂的蜡，这么说你是你是座山雕啊？黑骷髅，你们对峙，我的好人跟我跟那没关系话吗？不是，你自我发挥，咱们这是黑骷髅，咱们是城堡，这啊啊。自我发不是林海雪原，不是跟那没关系。好好啊，不跟不是，那咱说这儿说咱们的词儿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即兴发挥了啊！对对对对，随便说啊，随便说。随便。啊啦！哎嘿，这是啥？黑骷髅！没想到你找到这儿来了，还带着你的助手。哼，正是我。这是啥的亲爹在此，今天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，就凭你们两个，我们就凭我们两个怎么了？啊！我的枪法准，一枪击毙你！哼哼，这是啥？你的亲爹真的是太棒了！谢谢夸奖。那你们俩一块上，还是我一个？怎么了？玩呢？我演的不挺好吗？玩呢？是你演的是挺好的。不是你跟自己玩呢是吗？不是，我看那个青蝶站边上是太干了，我给他加点戏。我跟你说他不重要，咱们俩对话啊，咱不带他行不行？行行啊，就当他不在好不好？好好啊，来，阿拉，哎，哼，这是啥？哼，黑骷髅，没想到你还带着助手。砰，我早就发现他是你安排在我们内部的卧底了，要没有他我早把你击毙了。你太狠了吧。嗯，最起码他也陪了你一路啊。废话废话，跟我对峙啊，不要跟他说话了。
他是卧底。你大小也是条性命，说先先把小卡拉米击毙，再击毙你。行，来，来，哼，踹门呐！好的，等会二场六三，那是啊当！哎，哼，这是啥？黑骷髅！哼，没想到你真找到这儿来了。黑骷髅，束手就擒吧！我知道，就凭你的实力，一定可以打死我。哼，哦，但是我非常欣赏你。啊啊！你在这个特工学院太屈才了，如果你跟着我的话，保证你荣华富贵。哼，呸！想什么呢？啊？我们是正义之士，绝不跟你这种小人同流合污。你说什么？绝不跟你同流合污。你看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。哎呀，这是啥？恭喜你啊，你通过了我们这个特工学院的终极考核呀。啊，整个这个领导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就是我们的考核，恭喜你成为了我们的金牌特工。啊啊，谢谢谢领导夸奖。要是领导的夸奖就好了。黑骷髅，我击毙你！啊，等一会儿，你看我是谁？不要开枪，亲爱的，是我。整个黑骷髅都是我给你布的局，我就想让你看一看黑骷髅有多么的恐怖。你不要再对付黑骷髅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要去。太危险了，你太无聊了，你。你要是去的话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不行，我真得去。我数三个数，你不要任性，好不好？一，不要胡闹了。三，我不去了。你太让领导失望了吧。这点诱惑你都经受不起吗？啊，这是这个总部对我的考验。这是黑骷髅对你的考验。我看你还能相信谁？我谁也不信了，我回家。你要回家？回家啊，你回家啊。正好那个大哥，你要回家把快递取一下子呗。去你的。感谢你各位啊，击毙你啊，我们这个我们哥俩这三段节目都展现完了啊，谢谢谢谢，这三段节目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节目啊，有不成熟的地方您大伙儿多做自我批评吧，好吧啊，感谢您各位。那个刚才这个节目呢演完了之后呢，就等于这个专场就基本上快结束了啊，就接近尾声了。要脸不要脸还。我正活演完了你喊退票。又白干了。嗓子都这样了喊退票。又白干了。哎，大伙儿愿意听呢我们就多说一会儿啊，要是不愿意听呢我们就小点声说。别吵着您啊。反正怎么着都得多说一会儿，是不是？啊，九良要下班了，啊，你给他放的假呀？好家伙，你是他领导是不是？真是的，开玩笑，加你还加钱加钱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你往上扔啊！加钱加钱的，你光喊不动，你这是光嘴有钱。我下去，我下去我就会被击毙的，我跟你说，他得给我拎上来击毙我嘛，我那不能下去。开玩笑，大伙儿愿意听多说一会儿啊。哎，然后我们哥俩来说呢，没有什么能耐啊，就是能说说相声，能写写相声啊，把这些作品呢带到舞台上，大家哈哈一乐，一乐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个笑话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俩呢就是个笑话，对不对？就逗您哈哈一笑。您买票进来，您干嘛来了？对不对？您买的什么？买的是笑。对，正好我们卖的呢，艺术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正好我们卖的呢就是艺，对对，啊，给我留点尊严啊，就是哈哈一乐嘛，啊，对不对？那您说在这段节目里边，您悟出了点什么道理，那是您自己的事儿，对对不对？我们并没有说强加于您，说您必须得在这个啊，那个节目名叫什么来着？还阴丹呐，啊，
您说在淮阴丹那个节目里悟出点什么卖假药的道理吗？那没有强加于您啊，您自己回去悟去。我们，啊，唱一个，一会儿肯定会唱一个的啊。先说点说点，一会儿啊。啊，周老师来讲，你要唱一个一会儿是吧？唱一会儿，对不起。啊，周老师来讲，人家现在工作也忙了，对不对？那，啊，天天在家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底忙还是挺很无聊？就工作，我工作很忙嘛，他很无聊。哦，很无聊，没事在家捅咕点这，捅咕点那。是。最喜欢就玩什么呀？嗯，啊，那个弹弦子。发明啊。喜欢就弹弦子。哦。没事在他会三弦，您知道吧？嗯。啊，会三弦的。我给您模仿一下他怎么弹三弦啊。他在家他就这样弹三弦，我家天天在家弹，上瘾呢这玩意儿。嗯啊，他练那个基本功啊，基本功他搓那音儿啊，他就天天搓这个，太棒了。家里边各式各样乐器都有，在家练练，不光练三弦，当当当当当练三弦，还那个弹那架子鼓，是吧？弹那架子鼓。那架骨头怎么弄来着？一般我不敲它呀。哦，对，敲架子鼓。嗯，家里边有那架子鼓，然后还敲吉他，没事儿。弹吉他。哦，弹吉他。弹吉啊，嗯，然后还弹二胡。啊，嗯，拉二胡，拉二胡。哦，拉二胡。嗯，对对对。啊，嗯，然后还拉那个。您说演奏吧，就。您说演奏吧，就是。好，还演奏小提琴，对，小提琴，哦，然后还演奏那个，我以为你要说演奏做饭呢，奏饭呢，啊，奏饭呢，嗯，奏饭呢，嗯，拉那个手风琴，哎，手风琴啊，嗯，啊，手风琴，对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迷恋手风琴，迷恋的不行了，对，我最喜欢手风琴了，啊，天天只要一睁眼睛，哎呀，拉手风琴，啊，在家就开始，啊，拉手风琴，呵，啊，忙的不行啊，对，浑身大汗。拉手风琴，嗯，一睁眼睛，媳妇在边上躺着呢。我拉手风琴，开始拉手风琴，嗯，啊，出去，他媳妇你出去拉去，外边迷迷糊糊，这儿拉手风琴，那媳妇大半夜的，你说睁眼就拉手风琴，这不疯了吗？这不是疯魔躺着睡觉，嗯，他在外边啊，我要拉手风琴，哎，我怎么拉不动？谁把我手风琴锁上了？我拉不动啊。哎，我拉不动我手风琴，嗯，我一会儿他媳妇实在睡不着了，嗯，出来啪啪俩大嘴巴，行了，啥也没有，不用等了，啊，不用等了，不用等了。他媳妇说句话太可乐了，说什么呀？大半夜不睡觉，你抱着暖气片疯什么呢？有没有点爱动的意思？那演完一个，说完一段相声，啊，还吃点药，别吃了，啊，唱两句啊，啊，有爱听唱的哈，唱什么？唱五环？你走错场子了，快快，五家坡呀。叫小帆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你们点这些我们都不会唱的，好吧，啊，哦，谁过生日啊？啊，你过生日啊？还哇，哦，你们拜把子吧，这么多过生日的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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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个愿吧。唱刘伶醉酒哈，段蜜饯啊，你们听过的挺多呀哈，来段刘伶醉酒吧，您嗓子也不太好，就挑高的唱哈。我吃你们家祖传这玩意儿不好使。刘伶醉酒啊，来了刘伶，好酒的呀难。
看如今谗臣当道，兵马大乱，读书人逢乱世啊，有口难言，我只得在最终逃在避难，哪怕人耻笑我狂傲疯癫。你看他那药对我不好使吧，我这还低着起呢，差点就冒了。再来一个休息红好不好？休息红。望外迎，望外迎，好像又起高了哈。望外，望外迎，望外迎，满腹凄凉草木凋零，斜倚栏杆泪珠儿倾，一阵劲风过，落叶满中庭，思想起郎君一去老，没有回城在外飘零。嗯，啊，周老师唱一个吧，周老师啊，周老师唱最好叫小帆，哎，断蜜饯，嗯，对，唱最好叫小帆啊，哎，好，周老师呢这个面子比较窄啊，嗯，他不愿意抻头唱，我呢这么着，我配合您嘛，我给起个头好不好？对，我容易害臊，好，我给你起个头，小，哎，小帆，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嘿，要多高有多高，来吧，没问他没问题，合适，哎哎，行吧，够高吗？嗯，不错，哎，够高吗？哎，真好。一见公之道临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公安门，哎，真好，哎，我又你夸我，哎，今天这个药真是不白吃，我费这么大劲上去了，我又你夸我，就是什么的，来来再来，一见公之道临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公安门，叫小帆，超点了，超点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，啊。是不好意思，跟我得跟演出商说声不好意思，超点，今天演的太开心了啊！啊，不不，我就好好，啊，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完了，马上就完了。你才马上就，你马上完了，我没有。哦，我马上就完了。那么接下来那个让大伙儿啊，听首歌吧，好不好？大家把那个灯光按下来哈，我们一首《三打白骨精》献给大家。喂喂喂，唱吧。来，把你们手机闪光灯都打开来。哎，任凭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要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哎哎，唐僧到西天你要去取经， AK 金蝉子说唱精英，身骑着白龙马特别的帅气，他要带三个徒弟一起去往外地，只因为白骨精他是一个奇葩，喜欢吃唐僧肉，孤独的美食家，于是他 cosplay 角色不停变换，孙悟空把他打到三次不会厌倦，可惜唐僧的中计把悟空误会了，孙悟空不计前嫌几把十万年，就师徒四人一起去往西天功成名就，任凭妖
着八十一难，嗯，沙僧猪八戒的期盼，嗯，还有师徒间的羁绊，嗯，所以根本不留遗憾的准备背水一战。你也不看看这里是谁，这是齐天大圣，什么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邪不压正，实在的强有着石头的娘，担着沉重的枪，大闹天宫的狂，哎，冰冰棒棒，妖怪你往哪里走，叮叮当当，没猴王没有敌手，哟，最厉害的还是定海神针，他不是孙猴，你才是猴孙，爷爷再次能够让你飞了，说唱 remix 快办的裴坤，击溃他们那些相声界的 fake MI 兔子 HAH 兔子 T 啊，人品要下白骨精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伙儿啊！一首《三打白骨精》献给大家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演职人员，咱们上来再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，来来来。突然间，大家感觉换形式了哈，哎，因为我发现我们唱歌的时候，大家在后面站着有点啊。有点尴尬啊，来，从依次介绍一下啊，来介绍啊，从这边开始介绍好不好啊，好，从这边介绍吧，太高了。关九海，我师弟啊，关九海啊，这是我师弟张小白，老师杨继明老师，辛苦辛苦辛苦啊，郑喜定不，那个郑豪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侯小楼，这是栾哥的徒弟啊，啊，高小贝，啊，都是栾哥的徒弟。那今天演出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，那咱们一块儿照个相怎么样？啊，好，咱们一起照个相，然后音响老师播放一起。那个时间，那相机拍着照片，还是对面的你们陪着我聊天，每个包袱都是笑点，我爱看你们的笑脸，岁月一直改变，可你们却没有变，就在这个夜晚，我愿把时间搁浅，为了传统艺术，我把麦克说到极简，日积月累的表现沉淀了我的老练，为了你们，我要演遍全中国的剧院，心在一起走下去，幸福的时间短暂冲破世界，爱你拥抱这瞬间，回去考验变成依恋，坚定着重现永远，一起走下去，自如的驾驭，像我和孟鹤堂一把感情融入旋律，从哈尔滨到北京，结合京哈之间结晶，一路上不管风雨并肩，和你一起前行，多少次的同台让经典历史重来，有你在的生命多彩，不会再有空白，相约在冬季，决定陪你过每一句，就算冰雪融化，记得歌词的每一句，雪下的花一盏的光，茫然的家有多大，日记蒸发枯萎的花，我叫它再次发芽，一天一天改变那真诚的打动，还有思念你的点滴已经变成旋律，写在结尾纪念，守在你们的身边，也走自己的风格之间，彼此陪伴终结圣诞，依然有你绝不走散，在一起走下去，幸福的世界短暂冲破世界，
相机拍着照片，还是对面的你们陪着我聊天，每个包袱都是笑脸，我爱看你们的笑脸，岁月一直改变，可你们却没有变。就在这个夜晚，我要把时间搁浅，我为了传达艺术，我把麦克说到极限。再见，我的老练，我为了再见，拜拜了。选中国的剧院，在一起走下去，幸福的世界，短暂重播世界，爱你拥抱这瞬间，回去考验变成依恋，肩并着重现永远。本场演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您游戏离场，再见。